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寒的音乐 party， 欢迎各位准时收看由一叶子新鲜有营养面膜为我们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大型音乐互动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我和老韩又回来啦！咦？你好开心啊，好开心呀、啊、王涵送给我红玫瑰了，你们知道吗？我升级了。什么升级了？这个我2.0了，我2.0版本了。你哦，有感觉。嗯，2.0版本。老韩有一件特别值得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主持人的考试，而且成绩还不错，所以我们要用掌声恭喜老韩。刚才大家看到跟我们在一起唱歌的是我们的剑客团纯言，除了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可爱活泼到炸裂的于莎莎小姐。大家好，我又回来了。金志文，耶，脱男性男性，还有我们的薛冰冰，于美人，以及我们上期当中模仿小哥惟妙惟肖的素人黄潇，你个臭小子。哎，他真的老这样哈、啊。对，他一直都这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等一下，坐，等一下，坐。还有一个人。谁呀、啊？就是那个嘉哥。哦，回家。对，我把他带来了。啊？啊，他跟我合二。他在哪儿？他在这儿。哇，你看维嘉，因为他在赶来的路上，下一期一定赶到，一定赶到。好的，好的，好的。好，嘉哥，你歇着吧。真是，哎，现在所有人都在问啊，维嘉为什么瘦成这样？问我呀、啊，你问我。老维嘉为什么瘦成这样？因为被我秒的。对，新的一季啊，节目不只是来了新朋友，我们参与到韩寒音乐 party 的方式也有很多。一个小小的微笑来告诉你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请看。爱唱歌的朋友们，韩寒的音乐 party 又开始啦！每周将有3位明星上传他们的合唱征集视频，各位可以通过芒果直播和唱吧来参与视频合唱。如果你的视频够特别、够精彩，哇哦，你就可以接到节目组发出的 party 邀请函，成为现场百人嗨唱团的一员。现场每位明星将与3位幸运的嗨唱伙伴同台合唱，明星从中选择1位作为最终的 party 搭档，并肩对唱，为情圆梦。我们的网络渠道还有很多：芒果 TV、优酷、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网易新闻、映客直播、温莎 KTV、 一叶子官方微博、葡萄里音乐、荔枝 FM、 年代音乐电台都能报名哦。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嗨唱吧。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我们真正做到了双屏的互动参与。你知道在上一季节目当中，我们就有155万人与明星同框合唱，有可能这其中就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哇，155万，这么好。这场景又回来了。哇，而我们这一次呢，发出了100张邀请函，其中的100位嗨唱伙伴就来到了现场，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你们。好幸运啊，这个太幸运了。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就像你之前跟我们说的，我们就是想帮大家圆梦。对，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到底来了哪3位歌手？可以说覆盖了所有的年龄阶段，没错，他们是自己各个时代的超级偶像。第一位来到我们音乐 party 的是让60后、70后、80后都仰望的音乐顽童校长谭咏麟。包装路上密密麻烦的肌肉，这个校长本人啊，有种特别怪异似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躲入黑镜，方知太糊涂，真心被俘虏。
开心啊！校长今天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了一句特别可爱的话，说每一个歌手都有自己的歌迷，五年一代歌迷。校长算了算，那我应该有十代歌迷了。对，差不多快了。但是校长现在还在做新专辑。对，在里面我会跟十个歌手，十位我欣赏的歌手，一起合作。为什么没我？为什么没我？下一张了。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够朋友的，说来就来的人。这一位是第一代的青春男偶像，奶奶、妈妈、妈妈、姐姐们的最爱，姐姐，我们永远可爱的蔡国庆，庆爸爸，庆爸爸。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心中每天转的1440圈，我的心情每天都躺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岁月在泉水悄悄地流，又像那星辰永久永久。谢谢大家。你们好。你这歌啊，大家不单是唱的整齐划一，这连动作都是整齐划一的。接下来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孙燕姿。坐下坐下。哇，孩子好美啊，好美啊。过换换换分隔的画面，轮回转转转，有一样的信念，我们和你未来。时空换换换，你回到哪去？轮回转转转，我经历了悲喜，爱生气。时空换换换，你回到哪去？轮回转，又回到了这里，爱生。其实我在唱歌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好久好久没有上节目了，对，所以今天有机会，然后看到再次大家对我的热爱，我觉得真的也很感动，谢谢。三位歌手已经通过手机上传了自己的经典歌曲数万。爱他们歌曲的朋友通过 APP 已经完成了与偶像的同框对唱。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和校长的互动情况。
在我唱《朋友》这首歌之前，找一位我的好朋友钟镇涛来跟你们解释一下朋友的定义。阿 B， 你在吗？哎，我在，我在。说一下朋友的定义。超级好的朋友呢，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子，那么多年都没有寄过圣诞卡啊，没有寄过圣诞卡啊。只是定期来吃饭就好了。我们真的那种朋友就是不用说话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已经很了解对方要说什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准备唱一首非常会触动人心的《朋友》。哇，百人听，哇，好棒！好棒，我好。今天唱这首《朋友》，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用心唱给你们的朋友听。我想和你唱。繁星流动，从小看你睇到大啦，马校长。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人生如梦，不错哎。朋友，都已经感觉出来了。人的此生几经风暴。为什么不退步？这个印象好深啊！加油加油！珍惜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你为了我，对，我为了你，苦苦万难寂寞泪。那女的唱的不错的，好，美女加油！朋友，朋友这首歌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这个像不像你年轻的时候？这个就是他。这帮朋友喜欢唐校长很多很多年了。我喜欢了校长23年了。30年前，我第一首粤语歌听的就是这首《朋友》。等这个机会，我等了33年。好感动！我哋先可以喺呢个世界相遇、相处，落先分手。原来我哋就未相投，任何嘅缺点大家都会将就。经过几度风雨打磨嘅建立，有乜嘢唔妥？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不错不错。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们，你为了我，我为了你。你是谁？你看啊，你看。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愿。好，最后还听您唱歌，好感动。这个看到他们不同年纪、不同年代的歌迷、歌友，都忘情的这样唱，这真的突然间都讲不出来了。这个 VCR 里面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您的歌迷，而且今天他们当中就有来到节目现场的，我们掌声欢迎校长的歌迷们。谢谢。到底有哪几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台上跟校长进行互动呢？请你们快快出现。
首先介绍我右手边的九五后。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汉大学的关拿五虎。小鲜肉。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谢武一，我是他们的队长，我年纪大一点，大一点，23岁。23岁。嗯。气谁呢呀？哪里大了？我的妈呀！23岁，年纪大一点，太气人了。好好，接下来模仿一下温拿五虎年轻时候的歌舞表演。真的假的？欣赏一下。哇，好经典啊！棒啊！但是刚才我们有做这个动作吗？校长可不可以替他们争取一个福利？我觉得刚刚的画面太感人，对不对？对呀、啊。拍下来，必须要用 OPPO R9S 来拍清晰的照片。哎呀，现在是广告担当时刻，我觉得一点也不刻意。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木森。哎，木森就是那个 rap 的。好，麦没声音，来用我的啊。又来了啊。Check one。有，我听到，我们听。是。这次的 FOREST 来自广州的木森 ，Yeah that's me， 从长沙到青藏高原都能遇见 homies， 把365个路上做做人们签名。这次我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希望能顺利的录到节目结束。站在校长的旁边，难免会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想对你说，我想和你唱。哎，很厉害。他已经按耐不住了。各位，大家的歌迷都放大招了呀！庆庆，你待会儿你的歌迷不来个二指禅，有点下不了台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南方三叔。我叫李斌，今年47岁。我叫田红，今年49岁。我叫赵彪，今年47岁。我先。哎呦妈！我先抱一下。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南方三叔叔。我们从这个中学时代就是很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特别喜欢听校长的歌。你们当时学的第一首校长的歌是什么歌？我学的是水中花。我也是。哎，真的假的？这个深夜里无法可以粤语安睡，我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汪涵老师，你多久没有听过这个磁带的声音了？那几十年了呀。1988年。88年的磁带，我天。哎，现在有录音机吗？有录音机。带来了。在哪里？哇哇，88年的磁带，这个厉害了。哇，太留声机的感觉。是我吗？女生版。对，长夜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伟东。
各位老师好，我叫做王伟东，我今年47岁，我等着这个机会等了33年。如果，所以我很激动，我怕我语无伦次，我就写了一个还不错。因为这个时候对伟东是最幸福的，你要知道有多少粉丝给自己的偶像写过信，但是又有几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偶像面前念这个信。走心了。1984年，我14岁，我一个同学的爸爸他就告诉我，香港有一个特别棒的歌手，唱得非常好，他叫做谭咏麟。之后他就给了我一张磁带，那个磁带的名字叫做《爱的根源》。我第一次听到里面的歌，我整个人就呆了，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学唱歌。哇，偶像的力量。为了离您近一点，我就从东北跑到了深圳，专门唱校长的歌。然后有一天一个女孩来听歌，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唱的是我的生命我的爱，唱完之后呢，那女孩很感动，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太太。如果84年我没有听到校长的声音，可能之后的人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所以感谢校长，33年，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是您却伴随着我的人生，谢谢您，谢谢。歌手的一首歌真的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且关键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一定要把自己最真的心化作他们最熟悉的旋律，带给所有钟爱您的歌迷。在这里要向每一位不同年代的歌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多年的支持，谢谢。接下来所有的朋友当中哪三位可以上场跟偶像来演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我觉得应该有伟东啊。吞拿有没有吞拿吗？吞拿吗？吞拿。四个木，木森。莎莎铁定是要木森。三树。第一位，会是谁？一定会有伟东。会是谁？南方三兄。第二位。伟东。木森还是伟东？伟东。哇！哦。木森。哦。第三位，伟东吧，给他吧，33年了。伟东。第三位，哇！33年的守候，那恭喜三位可以跟校长进入到我们第一轮的考验环节。当然，所有来到我们现场的嗨唱伙伴都能够获得椰子面膜送出的 party 礼物。我们节目当中所有演唱的歌曲，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易音乐来进行收听。接下来，我们请三位做好准备，马上进入谭校长的音乐 party 时间。大家不要紧张啊，尽量放松就可以了。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
此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梦，难得痴心，几经风暴，迷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切切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祝福分我。还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繁星流动，还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啊耶！你我依旧记得缘分享书，我哋先可以喺呢个世界相遇。相处我先发觉，原来我哋就未相透，任何嘅缺点大家都会将就。朋友，经过风雨打磨嘅友谊建立，你有乜嘢唔妥，我都将开手臂接纳。朋友，有个职责嘅即刻解除，抑压再激发出正能量，对佢释放上嘅救生脚。Hey, put your hands up one time, I love you, my friend. Hey, 已经说不用喝那么多，我们一辈子也不用说那么多，最真心的话语藏在最深处，一次性不能记住，站在最根部，下那个 C G。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还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赵赵和他的乐队老师，还有我们的海音的学乐团，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校长要在这个地方面对他们选择您的 party 搭档。 party 搭档，我们先听听看志文，你们觉得？我很喜欢我们的东北的那个东北大哥。哦，对，伟东。对，伟东。我喜欢南方三叔叔。我觉得我喜欢伟东哥，因为他特别走心。我觉得我也选这个三位叔叔，因为他们那个磁带啊，天哪，那个年纪比我们三个都大呢。莎莎觉得谁？选木森。选木森。还有点别的没有了，这出息呀、啊！因为这首歌很经典，但是加入木森呢，就有了更不一样的感觉。亲爸爸，这首歌说句实话，我要站那儿，谭校长跟他选我了。你的磁带进到内地的时候，翻唱这个国语版，我唱了，我唱了。青云冷风中，多少风。我们问一下燕姿。我觉得三叔唱朋友是很感人的，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感情，然后一直在看。木森我觉得有很多哇，很多惊喜的感觉。
然后韦东又有那种就唱得很好啊，也唱得很好，所以宝贝儿你说了些什么呀都一个都没说呢。好，那我要选选一个。对，如果你要选的话就别听他的了，他就只能选我。啊，我选你，我选你。现在权力交到校长手上，三位当中，您选择哪一位成为今天最幸运的朋友，帮他圆梦，成为您的 party 搭档，来进行合唱表演？请校长面对他们宣布，校长的决定是：韦东，韦东，韦东，三叔。韦东，韦东，心里面想到了，已经想好了。这谁？校长的决定是韦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人都好办事。好。所以您的选择是。三叔，三叔，三木生，我想和你唱都最好唱木生。好，恭喜木生，恭喜校长选好了今晚的 party 搭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庆的歌曲和网友的互动情况。每年有365根。传说中的搓脸操，哎，多搓更健康。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哪首歌？那首祝福的歌，跟了我几十年了。他这个福，我觉得一直环绕着我，就没离去。越唱越有福，越搓越年轻。Hello， 蔡老师。Hello， 郭老师。嗨，蔡老师。大家看到了，我要为你送祝福了。给你送祝福啦！这个福啊，我送了几十年了。365个祝福。越唱越有福。我也给你送祝福，你看看。这就是一个祝福的歌。坐起来，一起来做面膜。一会儿搓脸做美容。不，我也补补妆，补补妆。来来来，坐起来。搓着呢，大庆哥，好傻呀。一年有365个日出，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哇，好听啊！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盼望你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吉祥一光又环绕着你，有了谁能像你？哇，送祝福喽！健康是福，平安是福，祝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首歌有个标识性的动作，吉祥的光一定要做、啊。没错没错、啊。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收到祝福，收到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合唱，哇，这奶奶有80了吧？快快乐快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友谊像那星辰，永久永久。友谊像那星辰，永久永久，要不要这么巧？我就叫李星辰呢。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还没出生的吧？本姑娘今年18。啊，当然了。您已经高寿啊？80了，我八零后哎，你别跟着我。吉祥的光又环绕着你，相许东升灿烂无比，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友谊像那星辰永久。
上嫌疑。好的，各位跟我们的庆爸爸一起互动的朋友，我们掌声欢迎你们。八零后老奶奶，哇，你们好，好嗨啊！欢迎欢迎。八零后的美少女啊，而且人八零后的老奶奶跟你一个姓儿，我仔细看，老蔡家的，有点花了。哇，真是我们老蔡家的，你是小蔡啊？小蔡就是你呀、啊！谢谢谢谢您来，我真高兴。蚂蚁人，长得好棒啊！我是老蔡。老奶奶指着蔡国庆，你这个小蔡，你这个小蔡啊！刚才片子里面哪个印象比较深刻？当然是质疑系男孩。看着1440多个。思念，哎，你反正就是那个治愈系男孩。我觉得声音很温暖。我觉得婉晨，我就觉得跟这个歌特别搭，而且他长得特别像王祖文，对，特别像。志文，如果说印象深刻的话，当然是八零后的那个，对，我的老妈妈，老妈妈，哎，蔡妈妈，对，蔡妈妈，因为刚才那两嗓子实在太亮了，对，嘎巴绿柔脆。好的，各位跟我们的庆爸爸一起互动的朋友，赶快献出真身吧！欢迎几位来到韩寒的音乐 party。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云峰。啊，大家好，我叫王云峰，我是名电气工程师。刚才自己弹那个吉他唱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棒啊，特别温暖治愈。一年有365个日出。很喜欢听蔡老师的歌。对，我那个，对，我那个是那个那个是我偶像。别紧张。就是，小的时候，启蒙老师吧，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班会上就唱了这歌，然后同学就觉得啊挺好听的，说倍儿有面，对，就觉得找着自信了，就特别自卑的艺人，你知道，就特别自信，然后从此就喜欢唱歌了，就喜欢音乐。哎呦，太好了，因为您的音乐啊，对，好，谢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老奶奶，按理数应该是先介绍老奶奶的。没关系没关系，我还很年轻，别老把我叫老太太老奶奶阿姨，我不过是8000后而已呀。老姐姐老姐姐。我这个时候啊想起了著名的电影演员田华老师，他的一句名言，你们年轻我也年轻，你们年轻在脸上，我们年轻深深地藏在心里呀。你们像早晨的太阳蒸蒸日上，我们虽然是山外山的夕阳，它照样灿烂辉煌。大姐太厉害了，你们有爱情。大姐啊，正讲关键的时候呢，我还没说完呢。说完，你们的年轻爱情是热情奔放，咱们要求的是地久天长。哎呀，我们的老姐姐可太带劲了，谢谢您，谢谢您啊。大家好，我叫王婉晨，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重庆的，哇，你看看这小皮肤，这嫩的，哇，太美了。特别喜欢大庆哥，因为我还没出生就一直沐浴在您祝福的歌声下。我就想问大庆哥一个问题，您知道我妈妈生我的时候的胎教音乐是什么吗？就是365个祝福。对对对，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大庆哥一直被称作冻龄男神，就是有一套非常著名的粗略舞蹈。然后今天呢，我带来了一套我自己原创的面部表情操，想跟您的搓脸舞切磋一下，切磋一下。来吧，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这是专门是六七八，这是什么？三，这个我轻易不做，那个容易长眼尾纹，容易长眼尾纹。啊，轻一点。韩哥啊，怎么了？这边那个，我觉得婉晨这个操非常的好，可以练这个脸部的肌肉，但是呢非常费皮肤，所以呢就一定要这个多敷这个椰子面膜。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高仿的李星辰，他绝对穿的是我80年代的那身衣服。星辰是哪里人？哈尔滨人。哎呀妈，东北的。东北的，我挺你。好，谢谢老乡。我确实专挺东北的。刚刚你挺的不是我，你挺的不是我。志文，如果说印象深刻的话，当然是蔡妈妈。对，就刚才那两嗓子实在太亮了。拆穿了，我记住你了。这一组几个年轻的小朋友，平均年龄22岁。大家好，我们是像椰子一样新鲜的。S way， 新鲜有营养。S way， 反正现在组合都得这样啊。来，我们俩也设计一个。大家好，我们两个是韩寒组合。哎，对。大家好，我是 S Win 组合的老男人左奇博。老男人怎么聊天？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蔡国庆老师大家都众所周知，他都是身材倍儿好，颜也倍儿高，所以我们组合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组合。加入我们组合，对啊，邀约来了，大胆。我们先考察一下你们这个组合的水平，然后再决定加不加入，好不好？唱跳一下。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像那旭日东升，灿烂无比。韩哥，我有话说。来吧，大庆老师啊，已经上过这个春晚21届了。哎，我觉得下次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带我去？我可以给你这个开车当司机，开这个东风日产的蓝鸟。这个，那个座位上的几位嗨唱伙伴呢，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心里话？正儿八经的青衣。哎，你看这小嗓儿啊。好，这么多嗨唱伙伴当中，到底谁能够跟自己的偶像一起合唱？到底是哪几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来，前三位。哦，奶奶 swing 了。第一位会是谁？选择是哦 swing 组合。哎呦 swing。swing 组合，第二位，谁？王云峰，星辰，婉晨。哎，我喜欢那云峰。啊？啊！婉晨，哎，好棒，小妹妹。最后一位。云峰，是谁？王云峰。恭喜三位能够进入到蔡国庆合唱的考验环节，也感谢其他小伙伴的到来。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获得高姿大白水送出的 party 礼物。马上进入蔡国庆的音乐Party 时间。
什么时间总是过得过得那么快，抓住眼前那就应该趁现在，无聊的生活总充满太多意外，不要放过任何的期待。其实我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坏，有时候也把自己搞得团团转，来到了从没到过的未知地带，祝福我自己，我会掰塞。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到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愿环绕着你，像那旭日东升灿烂无比。一年有365个日出，总会有那么几天感到无助，当我感到孤独，莫名有一些无辜，控制不住差点让自己有些迷路。健康是福，平安是福，祝愿大家永远幸福。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像那旭日东升灿烂无比。一年有365个日出，总会有那么几天感到无助，当我感到孤独，莫名有一些无辜，不知不觉差点让自己有些迷路。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森林也像泉水悄悄地流，有一像那星辰永久永久，有一像那星辰永久永久，永像那星辰永久永久。这一版改成这样实在是让我太意外了，要谢谢他们。好的，接下来为难的时候交给你了，三组当中只有一组可以跟你进入到下一轮，要不要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当然当然，韩校长，我觉得我觉得小女生，小女生，对， beautiful， 因为你刚才也是选择站在这个台子上的人。哎，燕姿，你觉得你觉得我觉得四个还蛮有朝气的，就是他们动起来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哦。当然云峰也唱得很好难啊，好难，不要问我。你再跟他说你到底说了些什么。这玩意儿我就对里面歌还挺印象挺深，因为是我改的，因为是我改的。你咋的了你？悄悄地流，快快乐乐。所以今天这个版本是最最最棒的一个版本，因为志文在编曲界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啊。好，接下来三个人当中选择和你进入下一轮演唱的是云峰、大庆哥，云峰，大庆哥，三，王云峰，二。广告之后马上揭晓。口腔不上火，
唱将必是我，蓝天六必至，提醒您稍后看点。我们九零后都喜欢你，好可爱哦。我老婆说了，她说见燕姿和我一样的重要。哇，太浪漫了。爱屋及乌也行，孙燕姿的决定是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鲜有营养的叶子面膜为您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感谢官方合作伙伴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还有大透大白以及畅想未来高姿大白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还有智能科技潮流座驾东风日产全新蓝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信爸爸三个当中选一个，你的决定是。好难选。对，好难选啊。其实很难。你的决定是。三。等。云峰刚才的那个高音的部分，如果说后面的歌我们要配合的话，恐怕，我跟你的那个声音的那个配合可能会有一些。key 的问题，会有一些 key 上有会有一些问题，好可惜啊！谢谢你，谢谢云峰。他可以调整，他可以调整。哎，气死我了！接下来您的决定是 ，just swing 了，跟他们拼了 ，swing。选择是。你的决定是 Swing 组合，我想和你唱。加起来不要，恭喜 Swing 组合成为了蔡国庆今晚的 party 搭档，恭喜。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孙燕姿的神奇和网友的互动情况。到了。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你们。Thank you。听神这首歌应该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很像初中。对，很多都是小时候听我的歌。阿比扎是什么意思？阿比扎的意思就是过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录歌。阿比扎。今天我们的合唱是《神奇》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用最神奇的方法来把这首歌完成，一起来。我要先教你们一些舞步，刚才讲说一些手势的部分。好，就是靠近脸的地方，然后头可以有一些抖，然后肩膀也可以这样抖。好，来，这首歌，哇，好妖娆，是你要动一下，美人，你耶，是你啊，对他。我给你穿头盘哦，我也有一个苹果。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你的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没从前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头纱遮住脸。仙女登场，仙女抱我了吗？好像每个人都有点疲惫，我才发现那是跟你作祟，我和谁不提树叶古老的情节，时间在倒回，我们俩穿着布纱听着在月海上，这是幻觉，奇怪的语言，你对我不快情无碎碎念好念，高音的不是 BBQ， 最后个 sorry， 阿比扎。
顺口溜一夜可是吃苦换换换分割了画面轮回转转转又一样的信念从不再喊你回最后一个七音的燕子妈妈我爱你萌萌哒燕子好了各位燕姿的粉丝其中就有一部分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你们到底有哪几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台上跟燕姿进行互动呢来赶快献出你们的掌声有几位啊双胞胎韩哥韩哥啊韩哥选我哦对对跳肚皮舞的就是他因为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我今天出门特意为了见你用了又透又白的高姿大白水来见你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你在我们九零后的心中是我们情感记忆库里无法丢失的一张名字片哎呦呦呦呦哭了要哭了真的特别很喜欢你然后我们会永远支持你是谢谢、哦我们九零后都喜欢你，我们九零后都喜欢你。孙燕姿的神奇。一瞬间，我们两人间，都眨着珠帘。哈比加，好神奇。孙燕姿。啊。你是九零后吗？啊，忍住，忍住，忍住！给大家介绍，马佳。大家好，我来自辽宁沈阳，东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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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的。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我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哦、自由撰稿人。但是在之前，我做过北漂，卖过烧烤，还开过串串店。啊、你的经历很像、啊就是、在我诸多的这些我也干过、哎、没事你说你说在我诸多的这些职业里呢我还坚持了两件事、嗯、一个是对我我对音乐的忠贞第二个就是我对燕姿的热爱对燕姿的热爱我得给介绍一下他不知道什么叫串串、串串、啊、串串是我刚才解释过了好、串串就是一串一串的第二个就是我穿在一起我刚才解释过了啊，韩老师解释过了，你接着说，你继续说。刚刚说到对，比起我喜欢燕姿，其实我是受到我夫人影响，我夫人也喜欢您，17年了，哇，我和我夫人之间的，我们俩正是因为燕姿的那首《遇见》而相识和相爱。然后现在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宝宝，一儿一女，太棒了，我非常幸福。我们俩就是因为遇见而相识和相爱。这个我跟他不太像，我是通过那首《遇见》分的手，我是通过那首《遇见》分的手。哎呀，现在我把我夫人也带到了现场，带她一起来见燕姿。燕姿，我真的好喜欢你、啊，感谢我的老公录视频带我到这儿见到你，我爱你，燕姿，我爱你老公。来来来，分着说，我爱你，燕姿，我爱你老公。爱燕姿老公，爱屋及乌也行。就是我们这么好的朋友，我也不敢爱她老公。哎，
燕姿你好，我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一名护士。然后燕姿，我喜欢了你17年，从13岁就开始。知道，知道，知道。我老婆说了，她说见燕姿和我结婚一样的重要。哦，见你跟她结婚一样重要。我儿子还会唱燕姿的歌。哎呀，真的，来来来来。哦。肚子里就学了。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站在中了孤寂之中，还是找得道理提醒我，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好棒啊。燕姿唱的好听吗？唱得非常好。这应该是最稚嫩的声音来唱您的歌了。对，燕姿妈妈爱你哦。她叫燕姿妈妈。儿子亲他这一下，我要回去跟他的儿子解释17年嘛。韩哥、红姐，我发现一个新的这个定律，原来驯夫之道就是听燕姿的歌啊。对呀、啊，都训练出好男人、好老公啊。是，喜欢听燕姿歌的女生都能够找到这样的好老公。对，啊、想要脱单的各位女生，听燕姿的歌就对了。大家一看就知道，双胞胎哦、oh. 啊，是来自上海，我是妹妹严丽，我是姐姐，我叫严玲。你还别说，我一看你们俩人，我觉得还真是比较像一个群体的。你往中间一站，你们就三胞胎了。我跟你说，是是是，来来来，咱妈没来啊，三胞胎。你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燕姿？我们第一次就是两个人一起存钱买了燕姿的卡带。我听的第一首燕姿的歌是《开始懂了》，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喜欢上了燕姿。然后因为只有一盘磁带，怕打架，然后我们就规定每人听一天。然后因为也只有一本歌词，然后就放着谁都不看，然后自己看自己的。哇，好可爱哦。你说这些故事怎么能够听到吗？真的就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可以听到，真的特别的棒。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下一位啊。Hola, me llamo Liu Shuo, soy una estudiante de la Universidad de Shan Dong. 啊，山东语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资迷刘硕，现在是一名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哦，西班牙语，刚才说的是西班牙语。我说我也是山东的，我咋听不懂呢？然后现在慢慢的喜欢你已经变成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哇，好走心。我在西班牙读书的时候一直把这个科普勒的小卡片带在身边，然后我带着他去我的爱的 MV 拍摄地巴黎，然后去走你当年走过的路，然后去拍了这样组照片。科普勒的小卡片好像是有燕姿的光芒，然后在国外的时候，每当我觉得想要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燕姿在给我力量，让我继续向前。所以真的谢谢燕姿，谢谢。哎呦我的天哪！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特别想把这个亲手送给燕姿。我觉得我这个怎么可能收下呢？你。他陪着你去了那么多地方，啊，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好好帮你签个名，然后你再继续收藏。对，这是对的，燕姿，这是对的。对，这是对。你再继续收藏他。我也想让他陪着你。你的精神会陪着我。来，刘硕，好好抱抱他。就唱。
你看燕姿拍 MV 的这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她都拿着这个卡片去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得多么的心里面有这种爱在里面，才可以让她去做这样的事情。大家好，我叫小琴，来自北京，我是一位字迷，8岁的时候开始听燕姿的歌，然后一听就是17年，就是我一直梦想着可以跟你同台演唱，就是今天机会难得，然后我想送给你一首歌。加油加油。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遇见了一个传奇，一直很熟悉，在天空里的距离，说一声再见。还有谁想跟燕姿讲出这么多年的心里话？谁？燕姿你好，我今天真的付出了很多心血，我才来到这里。真的说心里话，我会永远能支持你跟爱你。谢谢。接下来所有的朋友当中哪三位可以上场跟燕姿来演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会是哪三位？苹果姐，苹果姐，双胞胎。第一位会是谁？严丽。第二位谁？呼麦的。对，小琴，小琴。小琴，最后一位，阿佳，有没有硕硕？是谁？是谁？东北的。接下来请三位做好准备，现在马上进入到孙燕姿的音乐 party 时间。
再给我来。客，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连接，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痛杀遮住脸。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不然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任何水不敌树叶古老的情节，时间在倒回，我们俩乘着不下迎着飞跃，还想着时光却奇怪的语言，随着我口渴起我思绪那年，时空缓缓缓分割的后面，轮回转转转，有一样的心愿，我的爱从古到你和你回来，时空缓缓缓你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我经历了悲喜，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我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人，时间在倒回，我们俩乘着不下听着风雨和乡愁是风尘，奇怪的语言随着我口渴起我碎碎念，神奇，大地震，啊咿耶，啊咿耶呀，大地震，啊咿耶，啊咿耶呀，大地震。天哪，地震哪，那叫天哪，地震哪，大地震。扫地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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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时空缓缓缓，分割的画面，轮回转转转，有一样的心爱。时空缓缓缓，你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又回到了这里，好神奇。现在三位当中，不管他们唱的有多好，我们接下来的人只有一位可以站到燕姿的身边，跟她一起演唱下一首歌。孙燕姿的决定是，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决定权交给燕姿。好难选啊。燕姿的选择是，我觉得小晴也算是一个多情的歌迷，但我想说希望下次有机会跟你合唱，谢谢。可惜啊。接下来两位马家还有我们的严氏小姐妹能够有机会跟燕姿唱接下来这首歌的是马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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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胞胎，马家，马家，
孙燕姿的决定是。马家，我想和你唱。马家，我想和你唱。恭喜马家成为了燕子今晚的 party 搭档。如果你已经对这么好听的歌曲欲罢不能的话，别担心，看不够你还可以登录芒果 TV、优酷，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视频等你来。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接下来是今天三位嘉宾和他们的 party 音乐搭档的演唱时间了。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谭咏麟与搭档的音乐 party 时间。有请校长。我这首歌大家会唱吗？粤语你们会吗？好，我们把这里变成一个大型的 party 来。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时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照。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知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即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似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稳咗一转到一直冇揾到任何一个比你更好、如果有转机我会再选你，加多十倍对你更好，付出所有嘅真心对待，你系我一生中嘅最爱。无论富贵定贫穷，见到你疾病我都总算等得开，我知呢一切都只系空白嘅说话，所有嘅说话只能够对自己说话。因为我哋太远，我都太你贪，佢太令你放弃爱情，我大于佢渣。你系我心中有特别地位，失去咗先发觉你最稀贵，你嘅笑容，你嘅温柔，我已成外国，我爱而今只有今。越是浪漫越美妙，有好多约定我哋仲未完成。离别最是吃不消，你背向我转面，你同我都讲不出再见。我最怕的是你，背向我转面，要像一刻。他非常厉害，谢谢谢谢谢。那词是也是你自己填的吗？是的，是的，是的，不同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唱完了之后，您的歌迷就喊出了那句话：“永远二十五岁。”谢谢谢谢，谢谢校长。木森，同你的偶像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唱歌，什么感觉？好开心，好开心。我其实我不好意思，没问题。他是广州的。我是广州人，对。
其实我妈妈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播校长的时代，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天可以跟校长一起唱出经典的广东歌。我做到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想跟你唱。接下来是大庆老师和他的搭档演唱了，没错，庆爸爸总有一颗颠覆和挑战自我的心。接下来的表演，他在自己的歌曲当中融入一首李健的歌。谢谢谢谢，庆庆你可以啊，特别精彩，和声好美啊，感觉有点那种阿卡贝拉的那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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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每个人的和声的音准非常的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而且是多声部的这个配合，需要他们很好的这种音准的这种训练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口腔不上火，唱将必是我，蓝天六必治，提醒您稍后看点。我阿姨欢迎来到电子电波，我想和你唱。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由新鲜有营养的椰子面膜为我们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燕姿跟她的音乐 party 搭档进入你们的音乐时间。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回忆带走了时间，有些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日故事悲憾画上了重点，为何不放进时好会唱啊，一段再比一段再添，两段成直线，直线永远画不出可远，有些从前太尖锐，谁脚步太遥远，让结局悲憾写下了句点，简单一些，我被思念制约，快乐显得卑微，真的，刚才唱的时候，校长还在问，哎，他的职业是干什么？是不是唱歌的？我说自由，哦，对对对，自由撰稿人。哦，我们在这里要谢谢国庆，谢谢燕姿，也谢谢校长，谢谢。下周的明星好像也可以哦，第一位就是来自歌手的迪玛希。第二位是老牌的歌星叶倩文，哇，你太激烈了。第三位就是来自上海的全能音乐小王子吴彦斌。那么他们的演唱视频呢，已经在网上等着大家去合唱了，把你的作品上传到网络，我们会找到你，赶紧拿起你们的手机，和你喜欢的他一起来唱歌吧，还有100张邀请券等着你来现场。是的，请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你可以通过芒果直播唱吧 APP 上传你与明星的合唱视频来参与，也可以通过芒果 TV 唱吧、优酷、网易云音乐、叶子官方微博、新浪微博、网易新闻、映客直播、温莎 KTV、荔枝 FM、 年代音乐电台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报名。也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承诺为第一季11位嗨唱达人的个人单曲已经全部制作完成，即将在唱吧上线。叶子面膜，我想和你唱，下周6晚10点我们不见不散，谢谢。
我是叶倩文，我是金莫西，我是胡彦斌。五月六号晚上十点，我在湖南卫视，我想和你站。我们充满默契，一起组成五个声音，强大的力量。Don't get get give me give me love, Don't get get give me give me love, yeah. Don't get get give me give me love. 最炫的表演即将闪亮登场。我想和你唱一首开心歌，开心歌，yeah。